多谢。来啦，热啦啦，谢谢哈。多谢哦。嘿，谢谢。有批来的，来上边给人回啦，这是老规矩啦。为什么咧？哎。不过讲真啊，不管什么送批、送家属、邮票啊、收功德款啦、啊，那是有来通通让人拼啦，几落十年来拢安尼啦。这吼、哦，就是吼、哦，咱真好食，有人有原因。你啊，清真。这样就会有人缘吗？我要去问问看。我是今天的特派记者 CEO， 今天的任务是要来看看景后甲在地方上的人缘到底有多好。听说今天任务的关键是找到传说中的代表人物市井小民。Go go go！ 阿妈，嘿，景后甲的饼有好食无？唔捌食过，哎，饼是袂歹食啦，啊，我嘛是真爱食，啊，就是贵啦。景后甲的饼，又搁甜。又搁油啦，我惊我的裙哦穿袂落去啦。真好食，我怕真歹做了啦。为虾米？即摆囡仔拢爱食西点面包哦，甲鸡卵糕啦。恁的古早味哦，早就无阿囡仔口味啊啦。真好食，啊，都甲某同款啊，有感情哦，无热情啦，都亲像这啦，没有新鲜感啦。再来哦，放假用糖我无看到，都甲别个查某开工，哈。阿有你，无爱买，卖甲别个红色挂挂滴的，猜无？今天啊，我出去做了一些市场调查，发现市井小民哦，看我们就像看发黄的照片，回忆回忆就算了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哈，做出改革。现在可怜的是这家店，这家店已经关节退化、血管硬化、内脏老化，你们都看不见吗？毛病第一条。发柜做事没有 SOP， 用料量全靠感觉，包现实从来不量重量，抓不准原料量就抓不准成本，太依靠直觉无法传承技术，也就没有办法扩大经营。头家娘，哎，帮我做一块鸡卷啦，我要拜祖先啦，啊，介绍爱甲较早同款哦。我妹妹伊娜都死了，我来替伊订油饭。哈，我爸要做生意啦。哦，爱偌济饼？唔是啦，要猪脚面线啦。毛病第二条，老板娘揽一堆跟饼店没有关系的业务，人力已经够少了，还增加工作量，又没多少利润。对，这好哩，你别疼啊。啊，这哦，等我阿妈带你去买新布鞋。谢谢啦。毛病第三条，讨给女管钱跟花柜做饼一样，都是即兴演出，从不记账，公司不分，进出数目不清不楚。扣一。哎、欸，迄块鸡卷啊、油饭，迄拢我手落菜，厝边隔壁拢乌落呢。我嘛抗议。哎、欸，迄厨房就干咱我一个人尔，哪有需要什么 SOP 啦？啊，古早讲我嘛从来唔要用迄什么什么什么量杯，迄有差哦。等，我要讲啥咧？毛病第四条，不能随便拿饼当礼物送人。嘿，有干呐？饼是店的资产，不可以随便送人，要付钱。抗议。嘿，我头家娘，我家己变，我袂用做主。哦，你看，就是这种管理方式哦，是这家店最大的漏洞。你看，你敢来呀？出一支嘴啦！我这支嘴哈，说的每句话都值钱，是你们爱面子不敢承认。嘿，什么爱面子？拜托，我是半诺感情，你再来感情好吗？少年郎，